谢谢徐涛先生的精彩表演。不过，谢谢朋友们的热情。不过，我觉得我最喜欢的还是小伙子那张帅气的脸，所以对他来说还是不换也罢。朋友们，你说是不是？好，谢谢徐涛。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来自重庆的艺术家们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大多数都是来自重庆的传统节目。但是下一个节目将是一个中西合璧的节目，它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茉莉花。我们都知道茉莉花它本身是一首江苏民歌，它在中国的知名度是非常之高，但是由于歌剧大师古奇尼在他生前创作的最后一首歌剧里引用了中国的传统民歌茉莉花，所以让这首传统的中国民歌传遍了全世界。我们身在海外的华人朋友们，每当我们听到茉莉花的歌声响起，我们就知道